这些都腌呢？这白菜都腌，这不少啊！一缸能装什么？咱家这个爱吃酸菜劲儿的，还得杀猪，烩点菜。冬天这没事就包点饺子，包点包子。杀猪有肉的就包饺子，包包子。这鸡酸菜，这大白菜，把这老帮子扒掉它，不扒掉它炸糊缸。本来缸就装不多少，完了再搁上老帮子，在里边也没有用。这根儿给它切掉，这块切平它。你看这个似的，这样的帮子就给它扒掉它了。是你们好的呗？这样都剩好的，你等它吃前这哪片叶子都不用扔。腌好了哪个叶都能吃，这玩意儿主要是看心儿呗。要不这白菜撞满心撞不满心儿呢，抱着心儿越实诚越好。这玩意儿我给它切掉了，但是别切太狠了，切狠了这家子就掉帮子了。你不用这么慌，这么干啥？不行，这么狠，那还扒的过来，这么狠还扒？有点泥。你多咱都是不舍得的，我就是舍得挖的，你是不舍得挖的。哎，今天下午其实嘎苞米也挺好，下回来雨超乎的。哎呀，哎，看这颗，沉了。底下是放绳地方呗。不套套布不行吗？不套套布。腌的那个酸菜，然后一下子糊的，汤出来后腌的可干净了，可好。里边儿后完了后他妈净还行，这么高行吗？我还浪费塑料布，你看跟那绳系上多好啊！啥塑料布？这用不着点塑料布啊！这缸刷的干净了呗，我家里头套个塑料，套个塑料就是防止它那个。酸菜腌时间长了不长糊吗？长了下白糊，完了烫塑料以后，那个糊都在那个塑料外边，老的塑料老的酸菜都在塑料里边，干净，很好了，一点糊都没有。这样给它套上它。完了，再往里摆白菜呗。嗯，再往里摆白菜。这缸太深了，我还有点够不着啊。你小心点，把住点啊。折进去的，我还真就腌真就费劲，但我没有，他说我还没有缸高呢。那整上一层，整上一层啥来着？嗯，这个摆上一层，撒一层盐。那小饼盒啥的，差不多吧，撒盐吧。多撒点，这一缸倒着五袋盐，那不太多了。摆上一层就得撒上一层盐，这盐防止它爱烂啥的，这样的不爱烂了。得摆一层撒一层，这玩意儿都给它摆结实的，越实诚越好呗，越实诚越好，要不一腌一撒的就下去了。哎呀，这装不几颗呀！那你这这员工还没给他装几颗？批个就好了哈。你看一缸装几颗？不寻思的一撒就下去了，就剩半缸了，还得往里续。都是芯儿，叶在当间儿啊，都是叶在当间儿呗。啊，你尽量叫它叶在当间儿，这个根儿冲外。走，咱出去，咱出去。高出缸来，放这么多？我说放五袋，这缸放三袋，你每年少个放。它烂一般大部分都是捂着热，捂着热就该烂。放一颗，放一颗拉倒。压石头完事，压石头腌完了，
嗯，让石头明天再添水。不搁这脑袋拉可脏，不用。啊？来不干，都好背摆。对。石头不小啊。嗯，得有50斤。都没。哎呀，你把石头放好。放好。可千万别偏了。底边是平面，这个。啊。可得晚上还得注意着点，看着点。叽里咕噜一下。平面。哎呀，这咋整黑的了呢？嗯，这就干完了，这就完事了。嗯，明天早上添上水，添到这几溜就行。完了，白菜一撒，水还多，到时候看着点缸满了，都得往外，还得慢慢的往外摆，要不都冒出来了。嗯，你要是不添满点的，到时候这白菜不招水，它顶上来就发黑了，不好了。在水里泡着一直是好白菜，它就可好了，颜色也好。嗯。这挺快的，腌酸菜。嗯，那刚干啥呀？这就腌完了，你就等着吃大哥炖酸菜吧。嗯，这个一撒就撒起老多了。最后腌好的是半缸。行，你得下，最起码得下到这儿哈。嗯，明天就给缸平了，能下来。嗯。那腌到来年剩缸底儿了呢？那是可能吗？他实诚好了，他还往哪实诚去？就剩缸底儿还腌没了呢。行了，完事儿了呗。嗯，完事儿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。等到冬天前吃沙煲菜前，给你们看看这酸菜吃法。